二一，叮哦！叮叮当，哇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孩子们的游乐场。今天我们要来组装十二月的圣诞树。叮叮当，刚好今天到货的圣诞树，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圣诞树开箱哦。然后呢，因为从之前 Ryan 就一直说家里想要一棵圣诞树，那我们今年有了搬到新家以后，终于可以放一棵圣诞树了。这跟死亡凤凰有什么关系呀？顺便许愿。你都不了解人家的心情吗？明明就许了很多了，还有拿到那个超人勇士啊，超翼战神啊，还有超 Z 勇士哦，哇，已经买了一大堆，还有超 Z 勇士哦，这里面是什么啊？哇，一整组的，都把它摆出来，看有什么。对，都把它放在这里。圣诞树，星星，哇，彩色球，礼物，哇，彩色球，火金色，哇，彩色球，跳绳，彩色球，哇，这是圣诞树，哇，噔噔噔噔噔，哎呀，我想说怎么那么小？怎么好像一个雨伞啊？这好像一只小魔女。是老巫婆，好像那个野人拿在手上，呼呼呼呼呼，适合你啊！我是来送礼物的老巫婆，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这怎么用，呼个小嘎，呼个小嘎，原始人啊！哇，还有 Merry Christmas， 什么？好像小卡片哦，是小卡片，小卡片可以写祝福呢。是这个哇。写愿望要叫谁来实现呢？不要又叫我花钱了、啊，这根本就是勒索。这个是绑那个绑小东西的吧？嗯，这个是哇，金葱啊，没有说明书啊，金葱彩蛋，说明书在那里。好，我们先到，先装这个。哎，你不是说组装你就要加进来？组装，你看我当指导者啊，一看就知道那个就是最下面。然后你那个脚架就要先把它装上。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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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圣歌是欢迎大家流传唱的，不过很奇怪哦，你如果是那个阿弥陀佛那些就有版权了。是哦，对呀，因为我上传过。哇！地上就会开始掉叶子。怎么打开？它应该有东西绑。哎，对对对，来，就这样直接把它拉开。哦，把它开一点点，不用全开。弯七十五度啊！弯七十五度很开呢。三啊，所以大概中间会有，你把它弯开中间哈，中间应该会有一个孔可以插。对对对对对，这里在哪里？哦，在中间这里有一个孔可以插。这样有七十五度吗？尽量打开喽。然后易德德，请你帮忙，哇，把这个插在这里面。有看对准吗？好，哇，这里有这个哎，他干嘛真的要放这个？是不是？那是刚刚那一撮吧？这一撮很奇怪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是被捡到。好，你再把它搬开来，然后你再找一下中间这边还可以再插一次。哇！啊哦！没关系，等一下再找个地方把它插上去就好。对啊，那要尽量把它这个都打开来，才有像树叶一样。
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挂很多的礼物哦。这个 Ryan 这边还可以再加一层。Ryan 还要再把这个树加上去。哇，这么大一个哦！怎么把你的手掰开呢？就是的，哇，可以吗？哇，跟我一样高哎！哇，对，比我高耶！哇，我要倒退了，这要放在阳台吗？放那里啊，我们那时候装潢不就是那个位置留着要放圣诞树？哦。我们可是有帮圣诞树留了一席之地呢。这个一直掉这个毛，以我们处女座的人是不喜欢这种东西的。刚开始会掉啊，就像衣服新衣服都会有线头一样啊。啊，还有久了哈，这个会吸灰尘。那这个要放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们再慢慢装饰啊。然后你要留一个直直的在上面挂星星。对。没错，留最上面的。这么高吗？不要不要，留着用这个，留一个，挂，留两个好了，比较稳。哦，记得上面哦要留一个直直的哦，好，要挂星星哦。哇，这么大一个哦。星星这么大。来，拿起来给我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也太大了吧，比你的脸还大哎，这叫比脸大星星。这个还可以插电呢。对啊，那么亮，所以会叮，会亮晶晶呢。对，看。对啊，好。那先给你。圣诞老公公公公公，驾着麋鹿雪橇在空中打烊，化妆舞如烟囱。啊！来，赶快来帮忙把这个树的叶子都打开。然后待会要开始布置圣诞树了。哇，大家进来看！哇，大家进来看哦，圣诞树大小妹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最后的仪式。我们的 Ryan 要替他戴上皇冠了，皇冠星星，就是这个叫做许愿星。哇，那你要不要先许个愿？嗯，不是，不要战斗陀螺。好，把它放到下面。哦，要放啊！啊啊啊！太软啦！应该不是放这个。可以吗？再次挑战，放上许愿星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耶！我们终于完成了，噔噔噔噔噔噔。这是这什么？身高大概158，跟我差不多。这是叫什么 ？Christmas 什么？波罗阿弥陀佛啊！哎，还没啊，等一下要点灯仪式呢。Greeting 吧 ，Greeting 哦，是什么意思啊？祝福啊！祝福哈！太共点！哇，我们来看这满山满谷的礼物！哇！哇塞！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请 Ryan 替我们进行开灯仪式。一、二、一，叮！哦！叮叮当，叮叮当。啦啦啦啦啦！哇，好漂亮的！对，很像萤火虫这样闪闪星光。哇！耶！哇！这刚才在开 party 呢。来手，啦啦啦啦啦啦！哦哦哦！哇！七彩光呢？天在天上像是极光一样，哇，真是太棒了！有看到吗？好像很多萤火虫在里面钻来钻去。
哇，上面有一个超亮的星光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箱开到这边了，可以开灯了。那我们这一次的圣诞树装潢开箱就要完成喽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你订阅和分享哦。那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